蛮不错的。这棒击成了一个反弹球，垒手扑下去接到，接得漂亮，再转传在二垒这边，完成一个封杀。二垒手这个球确实接得很好，眼看就要穿出形成安打，最后选择用扑接的方式把这个球还是挡在内野，而且他起身的一个时间点来讲也算很快。